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谈到说您可有常见，不可有断见。那断见是什么呢？断见呢就是不相信因果，认为这一生就是这一生，活了就是活了，那么死了就是死了。那么这种断见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崔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是不是继续再给我们说明啊？就是断见啊，除了您说的就是不相信因果啦，认为说这一生就是只有这一生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。那除了这样以外，断见还包括了哪些范围？断见呢，应该包括蛮多的。在观念上来讲是唯物论的。还有呢，所谓自然主义啊，就是无政府主义啊，这种都应该算是断见的。对于自己的现在，和自己的未来，把它这分开的。那么，断见也并不一定说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呢。所以是这唯物论的那些思想家，他们在担任他们的工作的时候，还是要尽责负责的。问题是在于说，通过这个生与死的过程，他们不再相信呢这一生要为未来的生负责，或者是这一生是过去生带来的责任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需要，要接受我们过去所带来的呀，这个，责任呢，所以给我们的，应该呢，好的，要接受下来，坏的也要接受下来。所以，如果是个断见的人，往往会，遇到了这个逆境的时候。他会怨天尤人。如果不骂天的话，就是骂这个社会，骂这个世界啊，那么这不公平。如果是要骂天的话，这个天老天也没长眼睛。但是因为不相信呢，现在的我们所得到的遭遇啊，就是过去世啊所造的因而感受的果。那么过去世也不是一生的，一生一生许多的无量的生在积累积下来，那么在这一生之中，这其中的一部分呢兑现，让我们呢好的得到好的果报，或者是坏的果报。那么不相信因果呢，就对于自己呢如果这个社会的不公平，那自己觉得没办法忍受。如果说是自己的遭遇非常的顺利，那自己会觉得很骄傲。那么这两种来讲的话，这两种情况啊，这是一般的人呢通常都会有这种问题。那就是说没有想到说要问过去是今生受的事，要问未来是今生做的事，那么这种想法没有，这种信仰没有的话呢，那么今生对未来生他也不需要负起责任，负起任何责任来。那师父，那种断见这样子的想法，这样的观念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，或者对这个整个的社会人心有什么影响？那是个大，就是一个大问题的一个焦点啊。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断见的人，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讲，受的这个正常的伦理教育的人，他会尽责负责。那么多半的人投机取巧，只要啊能够自己争取到的，不管是用的什么手段能够争取到，而且尽量的想办法不要犯法，这个不犯法而能够争取得到，不管是人家骂也好，不管是跟道德违背或者是不违背也好，那就是啊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我想有的人甚至讲说，违法也可以，只要不被抓到，不受处罚。对，
违法能够不受处罚啊，也很好啊，那就是自己就占便宜了哈。那就钻法律的漏洞，这也是很好。违法，这个明明是犯了法，但是呢，这个他也还会说，法律是恶法啊，对对对对，不是真正的好法。这个因此呢，犯法也是正常的哈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他没有考虑到，自己的利益跟其他人的利益有没有冲突？嗯，自己得到利益跟其他的人产生冲突，而其他人受到很大的损失的话，我们应该负起因果责任来。有没有法律没有关系，有法律也好，没有法律也好，如果不是短见的人，不是断见的人，他一定是非常啊有道德的人，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心呢，永远是为其他人设想的，不会啊那么的自私。如果说是一个断见的人，我讲啊，很可能他还是有很有道德的人，但是呢也非常的可能，就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，就可能就是不管一切，只要自己能够得到就好，不管是从哪一方面得到什么东西啊，得到爱情啊，得到名啊，得到利啊，追求目的啊，不择手段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你说对社会好不好？当然不好。那对自己来讲好不好？是。对自己来讲的话，他如果说没有反省，没什么不好。可是呢，对未来这一生之中，也许他还是啊逍遥法外，或者是呢还是逍遥自在，还是过得快快乐乐的过生，或者是一直到老死为止还是平安。可是未来这一生过后，来生再来生，终有一天会报应，那苦报会在前面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有的人认为管他的，我不相信果报，果报就不会来，来生已经又不是我了，换了一个人是啊，又不是我了，管他去，让他去受苦去。这种断见的想法讲法，等于说没有关系，明天我进牢啊，这明天这个人不是我，明天已经老了一天了，这个也不是今天这个我，这个说得过去吗？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发现断见呢，对我们的人心、对社会的影响都非常的大。所以呢，最好大家都能够努力的想来消除断见。那么如何消除断见呢？在下回里面，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